这是个乌鸦在这占便宜的。嗯，还乌鸦海鸥就是来这占便宜的。对，没有东西。看见一个的背影，这是怎么回事 ？No， 我这什么 ？No stopping here 啊，这不能停，嗯、直接走。你小心啊，别他妈给伢撞了！我操，那他妈可就挂了彩了。外边有什么牛啊？水牛。我天，这个不太敢喂吧？这个。人说不让停，还都停下，这帮傻叉。他说的 no stopping here 是不是就刚才那一块儿？没有，就是说，他就怕这牛顶你车，但这帮人也不听话。别给人牛拱下去，这一会儿。你想使用哪个应用呢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操！顺便说，去哪儿？不是不让停吗？这傻子，嗯，这是一个 wildlife 啊。他是不能走，扔头上。对，你可以给他这边扔出去，多扔几个，因为他要不然扔不完，对，太多了。我觉得这一道儿，我天，我觉得我你就瞎扔吧，你使劲扔，使劲扔。等会儿，离那儿近点。那他不能不停，这走马路中央的。嗯。我觉得你这个。窗户别全开下来，你还是留点，就是稍微看一眼。哎，我你动，我来弄。你个臭兔子，你干的吧？你松手。嗯。行，等会儿。人都吃烦了。都吃饱了，吃撑了。哎。这他妈这一辈这牛这一辈子够幸福的，人吃饱了吃腻了可能都不吃了都。这边这个你爱吃，你给你别给他了，你给前面那个去吧。嗯。对，这个给这个，嗯，给这个，我怕他在这，我就往外扔，我不想让他拱车，你知道吗？走，自己吃自己的，你不让他拱了吗？嗯，对对，再给他点，对，前头还有呢。行。别碰了，嗯，行，猫，你这别贫气，使劲，我得使劲往外扔，别他妈这会出去以后你都没喂完你自己吃。